任重业云，是念我必死，若谁有决定，此岂不为过，岂未易于死亡。我们应该了解最后我难逃一死，对这个概念，如果说你有了个确定的认识，如法的去做，那么你把自己的恶因消除掉，把善因都能够休息起来，这个不必怕嘛，不必怕嘛，你怕什么事？这个才是我们真正念死的道理。故若数数是为无常，念生受用定当树立，则能遮遣希望不离彼等爱作。所以说，你如果能够经常把这个无常这个概念摆在脑筋里面，那么你一摆在脑筋里什么好处呢？你说不管你眼前有多大的好处，请问两脚一伸对你有用吗？对你有用吗？不管是七财自乐都是恩爱万分，你还没有死大家已经想了，哎呦，这个老头子死了以后，这个财产我有多少份在这种情况，在你死了苦你两个人还算是好的，你事过未寒他们那个官司已经打僵起来了，哎我的天我不晓得我忙些什么东西，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千真万确的事实。所以外面没有一样东西，你银行里存了多少的钱这些钱都是把你送到三恶道去的苦上之忧然后呢至于我们这个身体所以我们常常想古来的人这真了不起现在我们样东西都是这么现成，那还是营养不良昨天有一个法师来跟我谈那件事情，我就想起一个公案那件事情离开现在大概已经十多年。那美国是最讲究营养的地方那时候美国佛教会有个董事，那个董事那是最有前途的，大家很看好他。他的死就死在什么上面？死的直接不晓得，一个人不晓得为什么原因死的。可他死之前长时候生一个病，叫到医生去看，这营养孤独症。我告诉你，千真万确的，我绝不骗你那个你们去看，现在我们太多人犯了这个毛病了。你们不妨问问老一辈的人，包括那个我们的老和尚。到今天为止，我母亲，我前天就回去看她的时候，他们牙齿了，每天吃两碗白饭，牙齿不能咬，80几岁了。现在你们看看，你们叫你们吃两碗白饭那你真是现在的居然说菜稍微好了一点，今天营养不良了，早上没气力了，那个是颠倒真颠倒大家修行的人真正努力的要求往上爬你忙这个是注定你下地狱不可。我告诉你，我绝对不在这儿说的空话你们好好的翻开戒经来，翻开修修佛法的，哪一个人告诉你注营养你忙那个身体的？没有这回事情这样，所以我在这地方顺便一提这个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见思烦恼的错误的见解所使然见烦恼当中有什么坏句见，第一个身见、边见、戒取、境界取，然后邪见这个就是见取见犯了这个毛病在这地方也随便的一提就算你把真正的弄好了以后，就算你身体不好弄好了以后，到临终两脚一伸有用吗？假定说这个东西真的靠营养，完全靠营养的话，那这个一杆子这个道理就一点用场都没有了，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所以说修学佛法的人不把佛法把作中心思想而忙这些事情的话，完全颠倒了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我不要求大家一下改过来，如果要求大家那是错误，但是你必须要
认识你概念的错误，然后照着个概念的错误努力去忏悔啊，这个才是真正重要的。完了以后牢牢执着的概念的话，那这个修学法就压根儿就弄错了。所以说念身受用等一切啊很快离开了，那么那个时候啊，哎，你会自得浅，你就不会再对这个东西爱着难舍，不会对他爱着难舍，所以放不下两个字啊，对你就完全的没有一点点的念着力量。由离痴等属因右脑增上流故，不为死目皆不得生。因为你对眼前这种爱着难舍的东西啊都舍掉了，那死有什么好怕？那自然不怕啊。我们现在想修行，修行就应该修这个，这个才是我们要修的，就是这个真正的念死修学的内容是什么？是这个，这个我们要了解的。了解了这个道理以后，下面的真正告诉我们怎么念死。等到你照着下面这个词的一念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呢，上面说的这个道理啊，都一夜如亮的升起。然后呢，变成功强有力的推动你的力量，你就步步上升，步步上升。这是一个密祖啊，有一句话啊，慢慢修思快快到啊，低处修思高处到。你不要急，你慢一点修，哎，结果啊，就到得个快。我们现在是欲速不达啊，你急求快啊，结果快不起来。还有呢，在低处修是高处到，你下面的基础做得好的话，你自然做得上去。我们现在下面不要的，赶快做上面的。对不对？哦呦，我在那儿的时候关一个什么？哦呦，然后我在那儿的话做些什么？那基础没有，所以弄了个半天呐，没有效果。也现在我们看了如何念死，第四如何修念死者。为应有三种根本，九种音响，三种决断门中修行。这个修念死啊，它分成三个大纲目，每一个纲目当中又分成功三个子目，总共啊属于九段。然后呢，由于这样的话产生三种决断，决断就是决心。黄教授了解了这个道理，自己决心要这个样去修行。那么这个分三部分，就是从三个根本，第一个是决定死，第二个是为死物定起，第三个是为死事除发而外，余皆无业。这个题目我们看一看很明白，它真正修习思维的时候，这样第一个呢，决定要死，这是没问题的，但他有他的方法哦。第二个呢，是死的这件事情啊，没有一定的时候，说不定什么时候到来，是这样，谁都没办法保险我说今天不死或者明天不死。第三呢，讲到死的时候啊，除了修行的佛法以外，其他东西啊，对我们呢只有害处没有好处。现在我们看第一个，就是决定死当中啊，初中分散是为实质决定当来。我们呢要了解说这个死这件事情啊，决定要来的啊，决定要来的，是否无缘能领退却者，为任受生何等之身定皆有死。这没有任何办法你可以把这个死啊挡得住，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身，到最后一定要死，这我们了解，我们非常清楚这个事实摆在眼前。如果说有人不死的话，那我们可以看得见，可是我们眼前看见了没有一个人一直活下来的，从来没有一个人过。佛陀圆寂了啊，耶稣死掉了，穆罕默德死掉了，孔老夫子也没有了啊。不管是哪一个宗教，不管是哪一个伟人，不管是哪一个医生，对不起，现在一个人都没有了，骨头
一旦灰，乃至连骨头灰都没有，千真万确的事实。无常即云：若佛若独觉，若诸佛声闻，尚须舍此身，何况诸勇夫。不管是佛也好，独觉也好，声闻也好，他们是圣者，对这个身体三切舍掉，我们行吗？当然必定要舍掉啊！这是对我们身体，还有住的地方，任住无尽，其实定制，不管你住在什么地方，没有一个地方能够逃得了。所以这个无章句当中有说：住于何处死不若，如实放数定非有，空中非有，海中无，亦非苦中作三界，没有一个地方啊可以渡得了的啊。说能够不死的这个地方啊，绝对没有，不是空当中，不是海当中，也不是在山里边。前后世中诸有情类，终为死摧，等无差别。那我们看看时间，对对对，确所有的有情没有一个例外，最后啊都被死亡阎罗王要去。即如比云：近期已生及当生，七舍此身而他望，是在大慈邪坏灭，当主正法决定行了。这不管是过去已经生的，以及将来要来的，最后啊都死，走到死掉路上上去啊。所以啊，真正有智慧的人了解了这个特征啊，必定要死的话，唯一有一件事情呢，趁他还没有死的时候赶快修行，赶快努力修行。与其始祖逃不能脱，非咒等而能退之。如教授圣光大王经云：譬如若有四大三王，坚恩稳固，成就坚固，不坏不裂，无助云神，世界坚强，神业生灭，出天魔力中释放来，阎魔一切草木本干及诸枝叶，并念一切有情有命诸有生者，非是数咒以得逃脱，或以力推，或以踩推，或以诸皆咒欲等意欲退却啊。这个应一个经上面说，就像是这个大三王，通常那个三王表示这个三当中最厉害的啊。实际上呢，我们呢就是四大所造，背刺这个东西啊，对着省的时候不塌啊，背刺间就消损就不行了。这个三王啊，坚固无比，出天魔力这样的过来，你有什么东西可以挡得住？没样东西可以挡得住的。这个文字很容易懂啊，我们就不一一细细解释了啊。所以这个部位来的时候，生老病死啊，啊，然后这么来的时候，你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推得住。胡登的位置啊，是老病死衰，就是这四样事情。你只要一旦有了这个生命以后，它最后的结局啊，一定是这样啊。这个里边呢，老或者没有啊，病可能还没有，但是死这个东西呢，就不可能没有的。老坏强壮，病坏无解，衰坏一切圆满丰饶，死坏命根，从此等中，非是数咒亦得逃脱，或以力推，或以财推，或以诸物及咒药等意欲尽泄，没有一个办法可以挡得住。降木八云：现昔为死临终，则须无数畏惧，我等凡此现在无为之临终时，用爪抓胸。那位大德就告诉我们，真正重要的，你修习了这个念思无常这个法则以后啊，应该产生什么现象呢？现在就怕死。哎呀，谁是怕死？因为你了解了念死的方法，现在怕了死，所以你就拼命修行。等到你拼命修行了，临终的时候你就高兴。我们看太多的高僧大德，临终的时候啊，天月凝空，死的时候安详无比啊，好啊，啊，这个无量劫来苦恼之人现在死掉了，现在去了，
这是典型的榜样，榜样。所以说眼前是怕，临终不怕。我们现在怎么办呢？反过来，现在无畏，什么都不怕， 我不在乎，我称英雄称好汉，到临终的时候啊，用爪抓熊，哎呀，抢天护地啊，来不及了，来不及了。所以我们现在千万不要称英雄啊，啊，说你这个不对，我这个对，你完全错到不晓得哪里去了啊。出错地方啊，反观自己，当你这个心里觉得别人错的时候，你早就已经错到十万八千里以外了。这是注意，这是烦恼现起了。佛法的重心什么？我就是根本，我对，对不起，你已经错了。这是我们要了解，这个后面讲。是现在我们现在还不谈这个，等你想到念时啊，你就不会住在这地方了啊，轻轻松松啊，在这地方啊，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啊。那么这一点呢，是我们应该了解啊，应该了解。那下面呢，是为受无苦贪啊，无见有简者，如如太经云：若欲现在善能守护，长至百年，或暂成活，即就便几仅有耳许，总能自悲，然其众见受解殊尽。那么下面呢，我们继续下去。它这个地方啊，一共分成功三个根本，每三个三条当中啊，又分成三个子目。刚才四位决定死的这个第一个，前面所说的决定死啊，这个三个大项目当中，第一个决定死，第二个呢说不但决定死啊，这个寿是决定的，你没办法增长，没增长是没办法增长，但是啊，确实在不停的一直在减。这个是第二点要应该了解。一有人说，哎，有的人呢、啊，经过了修行以后啊，寿命会增长，死掉，没有错，修行以后当然增长，所以要叫你念死，念的是你拼命修行，那个时候啊，你寿命才有增长啊。现在你没有念死，请问你能增长吗？就无增长的可能了。啊，如果你真正懂得了修行的道理以后的话，你也不一定要去增长，何必在世间增长那个有漏生死呢？你修了以后到极乐世界，这个永远极乐，那何等自在啊，是吧？而不管他在这个地方增长也好，然后到那边都是经过了念时，然后才能够产生的效果。如果说你不了解这个道理的话，请问这个时候能增长吗？绝无可能，它绝对不会增加，却是什么刹那刹那的在减呐、啊，所以它下面印那个经上面说，如太经云：如于现在善能守护，长至百年，或暂成活。说眼前如果你能够保护得非常好啊，最多啊也活个一百岁，这就便几经有耳许。最长也就是这样。下面这个话，这是每一句话，在我们看见这里哈，要痛心万分了、啊。众能自悲啊，然其中间呐、啊，寿尽结束。就算你能够活到一百岁，但是中间呐、啊，非常快，非常快，越近其年，日近其月，其日因为昼夜消尽。此等颇为尚无等时而见消尽，故其寿命总量短少。时间过得真快，所以寿命一直在短。我们不观察也就算了，观察一下你们每个人当下看看，请问是不是这样的？你当你念头观察的时候，那个寿命在向前走，别的东西你可以叫它停一下，你就不可能说哎，我停一下让那个寿命都没活一秒钟，没有这个可能。这是短的地方来看，长的地方来看，我们现在看看觉得哎呀好像这样，我们往往这样说，天正岁月人正寿，这个真是颠倒啊，真是颠倒啊，天是正了岁月了，人是减寿了，
啊，活一天我们的寿命就少一天了，哎，结果我们就是人增寿，何其颠倒。我们不妨进一步去想想看，我们想每一个人都可以体验得到，不管你今年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四十几岁，你回想一年以前，回想十年以前，就像眼前了，你从那个时候回过头来反看眼前，岂不是一刹那？这个生命就这么快，一刹那，请问这十年当中你做了什么？你现在如果还这样下去，你能做些什么？哎，我们现在居然呢、安然无事啊，住在这个地方啊，真正可修的时候做这个，然后你叫你修的又觉得哎呀，这个也少不了，那个也少不了，哎呀，等一下今天早上呢肚子也没吃饱了，又觉得修行没起来，吃饱的时候昏昏欲睡啊，也提不起劲来，也没办法修行。这个对我们来说，但是我们没有如法的了解这个佛法的真相啊，所以这一点呢，我说这个寿命啊一直在减短。是否现今都以现今啊疏于受量，所以刹那许也无苦贪，但其神解这片昼夜无间有苦。眼前一干一看一观察，我们这个寿啊，前面已经呢、很多都已经呢、尽了，余下来的对不起不多。你要想增加，一刹那都没办法，要增加它就是一刹那都没有吧，神减就一刹那都不停的昼夜在那地方啊损失啊。所以若心能云啊，昼夜无暂停，此寿恒衰减，又无欲苦贪，我胡能不死？我怎么能不死？上面这是啊简单的告诉一下，我们精进应该的吃佛应从总督郁闷而正思维，不管在各方面，只要你能够体会到的各方面呢、这个比喻就是眼前这些样子来体会而如理的去思维。下面就告诉我们，譬如这部虽在一次进去一里，然能速列完毕所证，像这部一样，你看起来好像只有一根线，哎，很快的就证完了。或者如果宰杀牵属杀羊等步步遗失啊，渐渐于死，像牵了这个羊跑到了死场，我们现在也是如此，我们每向前跨一步，不跨你那个心就是步步走到死那个地方去啊。比如江湖猛介奔流，忽入险隘随之步步，如是受量一当说尽。有如牧童驱此杖驱作令诸血泪无自主力而负气一死，即老平等夜领无自在引致死前，也是一样。我们就讲我们呢、这个老跟病呢、你自己一点都没办法自在啊，他把我们呢带到死前面去。关于上面所说的这个道理啊，应有多么而勤修习，好好的努力，这个才是我们真正要努力的地方。如激发机缘，譬如数尽者，谁数若未现，说穷未边际，诸人民一耳啊，就像我们这部一样啊，你这个尾线很快的过去，这个人民也是这样。如住定被杀，随地瀑布行，数至杀之前啊，就是上面那个牛羊的比喻。欠了这个牛羊啊，步步的走向死亡，这个阎罗王来杀我们，做人民一耳的道理。譬如瀑流水流去无能返，如是人受去一定不回还，见老皆短促，赐复有诸苦，为世界坏灭，如一丈滑水，如莫之丈去助修还其处，如是以老病催人到死前。上面用种种的这个比喻，这么快走向死亡而没有死之前呢、也是啊无边大苦啊，各式各样的比喻，这无非是策励我们呢、好好的修行。这个文字很容易直接看一下，最主要的总归要找到自己相应的修这个法门。
如传说，大舟行至水岸，为水细细流，是欲修无常，即为便利，所以而修。啊，传说当中，那阿底峡的人跑到水旁边，看见那个水流，他说：“哎呀，看啊，这是告诉我们呐，修无常啊，最好的方便了。”这说明什么？像这种大真正，他因为已经修这个非常坚固，他随便遇到什么，一看见啊无常啊，心生起来，紧跟着因为无常生起来，他马上就撤离他呀，修啊，下面的紧跟着都来了。大游戏经夜以多语宣说，善有无常如秋云，众生生死等关系，众生受行如空恋，由霞瀑布说即行。那么这个经上面呢，有种种的比喻。这个三有就是啊，欲有、色有、无色有啊，不管是啊欲界的、色界的乃至无色界的，都是无常，就像秋天的云一样。我们秋天里面有个形容叫苍狗白云，白云苍狗，瞬息万变，这个无常就这么快。然后呢，我们的生死啊，就像看戏一样，你不要在这个戏下面，哎，就这么一场戏啊，啊，所以我们的这个寿命啊，像空中的电，你看它一闪一闪，没有了，啊，像瀑布，这么个快法呀，我们要这样去认识如理如法的修持。又如树荫，若有略能下昧，实在一切外物无业不为现实无常。如果你真诚的能够啊，向里边好好的观察思维一下，外面所有的一切东西啊，都在现实这个无常。所以我们现在真正中华的，不要看外面，我们真的要观察我们自己。现在我们都眼睛啊看错了，这个叫颠倒。故于总是借应立事，若数数事能应并解啊。所以啊，对于啊所有我们眼前都应该照着这个上面所说的来去思维观察。你只要不断的思维观察的话，对这件事情一定能够产生确定的见解。但是告诉我们的数数思啊，努力的不断的思。现在我们犯的毛病有两种，有一种呢听完了就算了，那个根本不谈；还有一种呢，他略略的修一下，这个效果下面说若略思维便言不生啊，受无利益。有人啊略略的思维一下，他说哎呀，这个生不起来啊，这个没有用，这个没有用。下面这话看哦，如迦摩巴云，这是个祖师告诉我们说，思义未生如何时事，昼日善业，业则昏水，莫说妄语。有人说哎呀，你这个思了一下，照他想了一下，生不起来啊。那个祖师就呵斥他，你思了，你修了，你什么时候修啊？白天干什么？嘿，放逸散乱，到了晚上昏睡。真正说起来，你以为修了，你实际上不要说平常闲谈坐在这里啊，不是散乱就是昏沉，你真的修了，你说不要当妄语啊。这就是骗别人容易啊，骗自己骗不过。所以我们现在不要说哎呀，这个弄了半天弄不起来啊，你真的弄了半天还算好的嘞，你也连到半天都没有弄。他们真正修行都要长年累月去修啊，啊，所以我们现在太多人就是啊，听见了道理好像修不起来，你真的修了。就这两句话，这两句话是祖师告诉我们的，好好你摆在心上，你能够把这两句话摆在心上，这一生你就有希望。我们这里休息一下，这两句话下面还要讲一讲。